新疆地这个过秤啊，具体的比例呢，我们在我们的文档上面啊都会有啊，大家对照着来。现在我们的油温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已经达到了210到220了。你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呢，已经有微微的青烟开始出来了。因为今天我们用的是菜籽色拉油，那么所以呢，在210度到220之间呢，已经完全可以了这个油温啊。如果你用的是纯菜籽油，大家记住一定要把它烧制到280度以上啊，280度以上啊，然后再来降温都可以啊。一定要记住。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道工序啊，往里面添加牛油。好，加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因为现在油温比较高啊，大家一定要注意。这个牛油呢，我们专门买制的这个成品啊，就说厂家在生产的时候已经验制过的牛油啊。慢慢的把这个牛油呢，把它熬化啊，熬化。大家也一定要注意，因为油温比较高啊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这第一个，防止油对自己人身的啊身体的一个伤害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就要注意什么呢？你周边的啊一些，比如说我们待会下料啊，或周边有没有什么耐不住高温的一些材料，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啊，防火的安全。因为这个油温相当高的。
烧制五分钟左右啊，然后再下一步的材料。现在经过了牛熬化以后，牛油啊经过了五分钟的烧制啊，我们现在可以加入我们的第一步大葱啊，大葱。好，烧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因为现在油温都比较高，这个是在高油温的状况下，它进行的操作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。